你瞬间觉得自己退化到大脑一片空白，你的全部世界的眼里只有他。哦，谢谢你，我能有这样的福利，我要谢谢 Channel V， 谢谢全球华语榜中榜。还没完，思云准备好。这个不太好吧？怎么了？这个你怎么不好了？来来，等等，婚戒我也拿下来。我就把婚戒脱一下。哇！来来来，我帮您保管啊。哎呀，哎，这个我们回去好交代吗？你觉得？先做了再说吧。先做了再说吧，好吧？好不好？反正今天是全球直播啊，各位都在看呢，要霸气一点，霸气一点，要霸气。对对对，你想去台词吗，姐？你不能拒绝我，我也姓吴，我也会功夫。哎呀，帮我约他吃饭吧。你壁咚的是我，想的是我老公是吧？这样，我觉得现在还是要有一个两个手撑到墙的动作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我帮你拿着朋友，准备好。你给我一句台词好吗？因为你跟若曦的那段爱情，我们大家都特别的感动。是。所以你就把我当成若曦的妹妹，我叫若干。好。好吗？然后你说若干，我爱的是你，跟我走。这样不得罪诗诗啊。好。怎么办？好紧张。来了，若干，我爱的是你，跟我走。好的。怎么就好的呢？126。完了。哇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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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生命危险。那个要。是我有生命危险好吗？两位的婚戒还是要我保留吗？还是要保留？哎，还是要保留？让我们回到现实当中。让我们回到现实来中。真的。我们接下来有请今晚的特别来宾，著名功夫明星吴京。